梅豆、荔枝、去皮绿豆、炒香五花肉、炒香葱头虾米、咸蛋、炒香糯米、粽叶，把两片粽叶做成圆锥体型，先放入糯米，接着下两个放入梅豆，放入去皮绿豆，加个咸蛋黄在中间，加片香菇及绿子，加入葱头虾米，最上层加入糯米饭，把对角上折叠，再把上角对下折叠，剪去多余的粽叶，粽边左右各加一片粽叶，同样上下对折叠，用绳子把包好的粽子绑紧。咦，为什么我的明明是五角粽，现在变成枕头粽了？好的，可以吗？